出现的各位兄弟，也怪我老夏不留情面。打！捕快，占了一个筷子。打！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捕快？打！因为老爷从来都是献妻婆。打！打什么献妻？居然是拿着板子。 十几天了，打！没有抓到一个犯人，打！打！这板子，聂海大人派我下来赏给你们的，打！打！打！停！看来杜县的兄弟都很讲规矩，没有一个交出声。 很好，咱们当差的挨板子不兴叫唤的。聂台大人给我的限期是一个月，这一个月，还请各位兄弟多多担待。这顿板子算是我老夏初来乍到，和兄弟们打个招呼。接下来这个月，兄弟们可不要再吊儿郎当的了，不然没有跟我老夏混熟，这屁股。 就先和这板子混熟了。打！你就是冷捕头的徒弟。打！听说你在查城外的坟地。是，查的是那副被挂在桥上的遗骨。打！查到什么？查到被刨了坟。打！然后呢？ 是个20年前跳河的，叫陈王。打！还有吗？眼下还没别的。停！停！要说冷捕头，那真是一把好手。怎么教出你这么一个窝囊废的徒弟？你师父。 都让人家一以贯之了，你连个屁都没抓到。就算是问问法行、大行，也不至于连个屁都不知道吧？小的也并非是全无用处。你能有何用啊？小的替夏捕头省了不少功夫。省了什么？ 省了问法行大行的功夫，小的把这杜县的法行大行都解散了。你说什么？小的把这杜县的法行大行都解散了。现在这杜县已经没有法行大行了。